其实都是九点非常准时，还没有九点，大概八点半大家都已经在排练室 getting ready， 九点一定是开始练习。称我自己为四点灰姑娘啊，因为我四点不管练到哪里，一到我四点就是要去接小孩，我就是转换身份。我觉得很辛苦，但是我也很 enjoy。就像我们现在讲斜杠人生嘛，我是一个音乐家，我是一个妈妈，我也是一个太太，我在不同的时段扮演不一样的角色。我想每一个人在生活上都是一样的。那该什么时段扮演什么角色，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人的选择。那我也很享受这样的生活。那这一次的节目，我们会带来贝多芬，然后巴尔托克，还有最后下半场是德弗札克。那我觉得大家可以从这三个曲子的演变跟整个和声改变的境况上，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声响。大家可以来体验看看。